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今朝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江伟。受到一股东北季风影响，香港今日天气回凉翻啲。首先睇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我哋见到话现时一道云带咧系覆盖喺华南地区噶，咁所以预计香港呢边今日嘅天色比寻日都会系多翻啲云噶。至於氣温方面，今朝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温啊，咁係介乎16至18度噶。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咧，預計會係大致多雲啦。早上咧天氣清涼，日間咧預計部分時間係天色明朗噶。咁稍後咧會一兩陣微雨。至於氣温方面，預計今日最高會上升去到21度左右噶。風方面咧就係吹和緩嘅偏北風，之後咧會漸轉吹清勁嘅東風噶。嚟到展望啦，預計聽日香港天氣咧都仲係比較涼少少噶，咁去到下個禮拜初啦，天氣會變係潮濕有霧，天色方面就唔錯噶，咁啊會係部分時間咧有陽光噶。咁至於再睇遠啲啦，去到農曆新年假期嘅時候咧，預計咧嗰個氣温咧會係較為和暖噶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